sim, deu mais gente.好险在关键时刻刚刚有个 miss 啊！我戴那个闪避7%的戒指，关键就在这里啊！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辣椒。目前呢，英雄模式呢，所有关卡已经通关。那么现在就要回来继续进行我的普通模式第六章，荒古沙漠啊，埋骨荒漠，最高层数是14，那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。这是我所使用的装备。那我们开始了。开场直接抽到3000块血，虽然呢有了再多的金钱，卷轴不够，还是于是。都没有出现什么好技能呢、欸。这样呢，埋骨荒漠哦，前面小怪的关卡的部分，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，可是后面小怪我就觉得蛮强的，会越来越硬，然后又出现我最讨厌那个丢镰刀的那个魔鬼，他那个镰刀真的太厉害，是来回。再来就是我真的觉得。第五章的王都其实还好，然后突然到第六章之后，他那个王突然变硬，那个遁地虫真的有够硬，莫名其妙的硬，就好像直接提升了一个大大的城市是一样的意思。跟星星这两个防御技能，第一关王冠已经不是问题了，只是要有一定的耐心防御，然后不要离他太近。好，顺利通关。
抽到这种剑啊，近距离的剑，我就想站在怪物面前，不要让这个剑发威，不然抽到也不知道干嘛。现在第六章的关卡来讲，我觉得算是基本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怪好痛哦。即便我六千滴血被碰到一下，可能剩下挑战第二关王，也抽到攻速了。基本上，我个人觉得啦。走位好，加油加油加油加
干那，我干那立场嘞，家家户户的着急吧，我干那立场嘞。要来撞我一下，好，又要打完了。OK， 理论上呢，这一关王呢，我就是会站在这里，一直这样。我不会跳过去，因为跳过去我就准备要挂了。看一下他们长怎样。好，两只红魔鬼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看了，我血量剩不多。好，就是两只大只的红色的那个南瓜扁。哎呀，神清。剩一只，剩一只。他长什么样子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就是这样子的怪物，真的。OK， 刷新我个人记录，突破第十五层。呼。好，继续加油。我如果接下来升级的这三个技能，哦，两种，剩下两种就是没有。抽到两次的话，个人抉择，我就把我通关了第二十关王。但我不知道第二十关王能不能。但是我确定我看不到王了。好险在关键时刻刚刚有个 miss 啊！我戴那个闪避7%的戒指，关键就在这里啊！哇，好的，哎，我们就带着这个血量，能走多远算多远吧。多给我爱心，爆头碎哦！这就爆几个，
Watch Ventino. Okay. 我最后只想说God bless me。怎么又是你啊，龙？我能通关吗？可以让我通关吗？你好像只会丢陨石哦。你如果只会丢陨石，我要通关哦。你如果只会像现在这样丢陨石，你会喷火。还有什么？两招。陨石喷火，然后呢？真的要通关吗？你真的要通关？哎，第三招。没事没事，那个球球的护盾挡掉。各位观众，突破第六关！哇，好爽哦！太爽啦 ！OK， 我们正式突破第六关。好，正式突破第六关，买谷荒漠啊，买谷荒漠。那么之后继续挑战第七章，黑暗之地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拜拜。